消防员水里来火里去，灾难场合都看得到他们的救灾身影。热血消防员婉秀捐热血，你的血你捡出来，天点对你身体会好，天点你在社会上就要偏反家素养那种的实用。从民国1994年开始，我们就不举办特别的庆祝活动，那我们就改成这样的一个捐献热血活动哈。慈济志工共襄善举，大补汤、豆浆粉与水果，补充营养，传达祝福。所有的打火弟兄们，人人平安健康，出入都平安，365天有你们真好。农历年前各地缺血，呼吁婉秀捐赠，让大家安心过年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秋燕、叶静红、廖玉如新竹报道。